各位张老师，各位同修，大家晚安。感谢天恩师姐、祖师皇子、师尊母亲罗大人、大恩大德普照，更加感谢龙天护法的护持。今日大家搁再相聚一堂，啊，大家法力充满啊。因为咱小上要来讲解《弥勒救苦真经》，这个经叫做用心持念佛来救。佛经有咧甲咱讲，唔管是啥物所在，哪有人咧读经，或者是有人咧讲经的所在，一切天人阿修罗，该作咧围绕。敢围咧，规咧哦，唔是徛咧哦，规咧，敢围咧，伫即个方圆几公里，安尼敢围条诶。善诸花香，善诸花香就是天露散花，就是咧敢赞叹，啊，赞叹啦哈。何以故？为什么奈安尼？佛陀讲，即个所在讲经。上经的所在，已经有如来专心的功德，哦、所以讲经或者是讲上经，迄、那个所在一定当中有护法神，你敢这个维护哈，敢维护。啊，这個、用心甲无用心，安怎分辨呢？安怎分辨？我讲无用心啦，哈、哦。我讲上经有咧无用心的哦，你要看讲一般哦，咱卖咁批评啦吼，用一般嘛，介侪老菩萨咯，啊，拢一挂数珠啦，啊，一挂数珠108粒，啊，其中有一粒上大粒的，哎、啊，即摆咱看电视，咱突过，啊。看到好笑一对笑，看到悲伤一对哭，哎，突到望到大粒未了，按算一摆啊，按108，按我算108啊，啊，揢一粒豆仔粿，搁突，看到低哥俩啊，笑甲哈哈叫，啊，还搁一粒，迄有用心无？迄念安心的啦，迄念安心，我自己念几句，念几句，还有作用无？讲无嘛有啦，最起码吼、哦，比咱无念较好啦，啊对不对？比无念较好。啊，啥做用心？用心就是讲，先有甲咱讲哦，讲简单的事重复的做，迄有用心的吼、哦。你一人工过，你有用心去做。咱捌看过咧特技表演哦，特技表演，特技表演是毋是足厉害？哎，足牛的，哦，像咧空中飞人啊，哦，啊是啥物嘛？有诶，无即面人阿爸，迄做蚂蚁团迄个对啦吼。你也看讲，迄真牛，哎，敢一日就成功咧？以前讲的是不是？不是，伊就是足专心，一世人几啊十年拢做诶，敢做一人，伊就变专家呢。啊，咱一世人拢来修行，咱未做佛咯，伊阿未，迄一个下字哦，我好写呢，逐摆都命中，逐摆哦。逐摆拢钓只，先刷下五支，拢钓只，唔是干钓中心尔呢？第一支下会钓的，第二支下会，第一支落落来，搁钓迄空，第三支、第二支落落来，钓迄空，安尼先刷五支，安尼有够无？
遐会用偌久的时间呢？大家围个拢拍破啊！啊，一个阿伯啊，生菇咧卖油啦，规身躯咧卖油的，大家拍破啊，伊无拍，啊，大家拢走了啊，伊讲古怪。我写安是无够好，无伊他拢无甲我赞叹一个人，伊讲。嘿哦，伊讲你有哪会晓写呢？食钱我是买啦，啊来我用一个互你看。伊伫卖油，迄油哦，放迄杆啊，伫掼一个杆啊，啊顶悬一个铜杯啊，顶悬迄铜杯拢一空哦，迄铜杯拢一空，啊油掼咧哦，掼，哪你也毋讲话，啊怎啊倒落，拢留伊空咧。也未留伊外口出去，伊个也毋是讲话拢无看呢。伊才知影讲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啊，即卖毋是咧讲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这就是简单的事，重复的做，你一定会成功。所以用心甲无用心的差别多伫遮，伊想想咧念佛，啊，咱想想咧念佛。我讲佛教。一段公案吼，这是事实的哦，这不是编的故事哦，啊，这是佛教中一个公案，非常有名。今天为什么要讲这段公案难听？就是讲要甲证明讲咱伫上经的所在，迄个思想的功德因缘。这在佛经内底有这段公案，唐玄奘大家知慢慢，咱讲三藏取经，伊印度取经回来，伊收一个地主在开基，算伊个大地主。啊，这个、大地主唔是家己来求道的哦，唔是家己来皈依的哦，是玄奘大师去甲因老爸，因老爸。东条的一个大官，家世真好，真好，算讲富二代了，对啦，这个富二代了，啊，第一个宣传，讲恁这个囡仔有根基，有根基，拿来学佛的话，哦，伊拿来做官，后摆做介大，伊拿来修行，后摆是佛教的良相啦。梁兄就是讲领导人就对了，哦，真有成就安啦。因老爸总甲因囝讲，因囝伊是用好奇、心识、趣味的心去出家啦。啊，伊甲开甲唐玄奘玄奘大师讲，讲你要叫我出家会使，你答应我三个条件。三个条件，一人三台车，一台车，车伊要看的、爱看的车，唔是有经哦，伊爱看的车，一车小姐，哦，伊按平常时爱算遐小姐，搁一项就是可可，金银财宝啦哈，安怎三车？所以伊一个名叫三基和尚，伊这三个条件，唐玄奘拢答应伊。唐玄奘心肝咧想，今日无来，今日唔来啦。那未来哦，我乌骨了你跳。讲了好些，因来伊真正出家。哎呦，无出家无讲，哪聊哪深，俺大家听我。哦，唐玄奘是何许人物？嗯，伊毋是像咱一般凡夫呢。哦，迄讲咧到底系啊，读个菩萨啥天花乱坠啊，较紧。册唔敢看，遐册小说唔敢看，
过来查某见证呢，唔敢。第三，讲咱遮无欠命，啊无欠命啥来，总波死，三车回收。从迄阵开始，逐天拢上一部经，或者弥勒上升经，哦，弥勒上升经，咱较早捌讲过啊，啊，弥勒上升经，上到尾啊，伊个身躯自然发光，自然的发光哦。接着是讲，迄、那个神啊，信心的感动天。啊，龙天护法的护持，一上升经，那你上升经的是身骨的发光啊！啊，这个总这个名声，总一直风声，一直风声，风声到德宣律师，德宣律师上这律师，律就是戒律的律，戒律啦，戒律第一嘞，伊持戒真严明。伊个概论哦，会使讲伫佛教中啊，数一数二个，伊个迄个什么威仪啦、种种啦，啊，拢无人含伊有法度比。哎，听到这个风声了，就去甲拜访吼，去甲邀请，请人去甲邀请讲，有时间请开基大师来伊遐坐一下。啊，来伊啊，伊啊，坐一下啦！啊，德宣律师为什么来要请伊啊坐？德宣律师的境界偌高呢？伊食饭唔是家己煮的，食饭唔免咱来去三顿过去灶卡煮，啊无上煮，天人共用，应供。修呐，修到安喏，无分那菩萨啦，吼、哦，这个境界足高，因为伊修戒律的，威仪上来吼，拢真标准，所以说应供，每一工天人在来甲供养，爱想讲啊，请开机来，啊，迄、那个道，伊就来啊，啊，到迄个道，咦，古怪，安那会无送饭来？啊，也无煮呢？啊，无天人也无来供养呢？过午阁不食啦，阁过午不食，啊，闽南都无食，中昼无食呢？哦，天人无送来，暗时等阁过午不食。迄暗，伊讲啊，着暗嘛，哦，伫这山内暗嘛无方便。过一暝才回去啦，伊拢伫遐过暝，伊倒着睏啊，咣咣叫。但是德宣律师，伊是收不倒单，不倒单呐、啊，不倒单，咁了解？不倒单就是伊毋捌倒伫眠床睏，伊拢入定坐咧，啊、哦，伊坐咧咧睏，伊毋捌倒伫眠床睏。天光起来，天光起来，德宣律师在甲规矩讲，咱哦修行人坐爱有坐相，倒爱有吼卧要有卧相，行路爱有一个威仪啦吼，拢全无。啊，你按倒着睏，啊睏到怎啊低个高高叫安那？规矩大师讲。我睏到遮呾低哦，你计是我拢都唔知哦。你伫遐哩坐不倒单，啊一个夹带吼，解锁个，第一解猫吼，你个会晓掠夹带？伊惊一个讲，哎，着你睏了，伊心肝想讲，惊一个讲，哎，着你睏了，知影？啊，你着知影讲，开机大师不是等闲之辈啦。就是啊，到天光了，哦，啊，就大家互道增见，互道增重，啊，就离开啊。离开了，到尾到啊，天人过来啊，天人个刮切草来啊。德宣律师想讲，
古怪。啊，我昨有人客，恁呾无我关来，啊，今仔太人客走，恁呾甲我关来。伊讲阮昨有来呢，啊，你敢知影迄啥物情形？规个厝拢龙天护法围条的，拢围条的金光闪闪，阮也袂当入去啊，阮免怎入去？迄阵德川老师了知影，讲会稽大师的功力已经到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咱即马伫遮，毋是咧赞叹会稽大师，就是咧敢证明一件代志，讲你用心持念，拄啊讲过佛陀甲咱讲，毋管你啥物所在上经。不管你在地干净，那个所在一切天然修罗，该作业为了善诸阿用，何以故？处处依有如来转心功德，阿伯啊！咱大家咱进行名哩，咱谈面的救苦经，用心无心，家己心知肚明。咱现在讲经，啊，咱现在讲经，咱拢做有够，所以咱就这个时间，谈阿娘班你讲的，含咱的救贤之作，共这个时间，准讲伊是第一个受苦啦。这个时间一定所有痛苦拢无的，来伫遮听经，唔是地府哦，来伫遮听经，周围。有这个感讲，所以讲咱今仔每一摆经班啦，每一摆经班，我今仔看看这个咱今仔出席率哦，不但好，啊，我看到咱的教育部长哦，又搁较好。无甲恁讲过要发福啊，无简单。这就是用心啊，啊，这用心，这是用心的表现啊。所以大家不用怀疑，你们讲读经啊，也无啥，唔是无啥啦，绝对有啥。伫遮大家可以想着哦，有一个地主咧问师傅啊啦，咧问师傅啊，伊问安怎？伊讲我逐日师傅拢叫我逐日上经，我逐日拢照咧规按咧上经啊，逐日咱该诚心咧上经。啊，有一天我若发生意外咧，我若死也是会走一堆人呐。我若死也是，啥物人要来甲我救，爱走一堆往前一堆，不甲讲啊。有一张树啊，为细长，安尼大开。啊，唔知安怎古怪，拢一直偏安，偏安，一直大，一直大，哦，大，这边西风，这边东风，啊，大到一日间盖大丛啊，忽然间大，陈雷公，啊，砰一下，陈雷公甲拍落来。这张树啊，拢起一边，拢起安尼。雷公甲拍咧，倒一边，哈、啊，倒这边啊、哦，是咪倒这边？俺大家知影意思未？恁做一念唔免烦恼，绝对含祖师同住天盘，因为咱咧念弥勒救苦真经，100%，该保证。你若用心持念，绝对和弥勒祖师同住天盘。你唔免怀疑，讲啊，我唔知要走对，要走对，你无路通走啊！你较歹运，为弥勒净土去，安那较歹运啊！啊，大家拢念弥勒救苦经，咱一定往生净土，哦。
六祖，六祖弹琴甲拍飞，第一句敢讲者，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用初心得了成佛。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这自性。自性无形，这我是念甲话啦。自性无形无体无动无动，哦，所以伊嘛毋是安尼。所以讲缘起道断，你若讲道这三昧，自性变和这三昧，你安怎讲拢毋对，你讲出来就毋对啊，通通毋对，叫做缘起道断。所以这是较苦甲话者讲，那自性就先。真清真明，拢无污染，拢无污染。所以佛陀讲，大地众生含佛拢同款，有一粒将来会当造佛的佛性，但是因为无明的蒙蔽，无明，无明的蒙蔽。果不能见得，所以一切地无数地自然地无多现前，无多明心见性。本来是真清真明哦，本来清净哦，本来安尼清净净净哦。啊，加上咱这无明，这无明啊，贪啦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、邪见、财。色、名、色、水，按我妈妈无，按我妈妈无，所以到这里开悟圣贤敢讲，我有明知一颗，久被尘封所牢，今日曾见光生，照破山河万朵。我有明知一颗，对这个。咱有一个，咱每个人拢有一个摩尼宝珠哦。久被尘封所牢，尘，尘埃，久被尘封，或者尘埃给我包嘞，营压啦，营压，久被尘封所牢，今日曾见光生，得亲像咱求得了，来学道，来听经，来闻法，开始进入这个行列了。澄净、光生，哦，光淡淡啊，光淡淡啊。但是表示讲，咱慢慢修行的当中，就一直去掉这些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、邪见啊，贪啊个这种种恶魔，开始更改，照破山河万朵，就是一切地。无数地迄免人教，咱的自性免人教，伊逐项捌，逐项拢懂的，自然就显出来啊。按头了解，本来咱的自性光澹澹，就是因为咱遮的无明跟蒙蔽掉的。修就是你修遮啊，哦，修就是你修遮。但用初心。心可以为天堂，心可以为地狱。心有哪会当去天堂哦？心有哪会为三恶道嘞哦？所以两个地主啊，问因师啊，讲师啊，敢没有天堂？师甲讲无。第二个伊敢问师啊，敢有天堂？师甲讲有。哎，奇怪，啊，咱两个拢问同款的问题，啊，师他甲回答无同款。来，两个拢拖下来甲问，直接问。师傅，你念甲我讲啊，念甲我讲啊，到底是有还是无？伊讲有修就有，啊无修嘞，就无。哇，咱大家了解啊，用心甲无用心安尼，用心甲无用心，同款做一人代志哦，同款做一人代志，用心的人，伊的成就无同款。无用心的人原地踏步。你捌听讲人咧学功夫哦，
十个九不行啦，二十项吼，无一人成功诶，伊逐项拢会啊，啊无一人精，所以叫你一门深入，得了成佛，就是一门深入。为什么要一门深入？现在是末法时期哦，摩罗世界万教皆法，邪术说法如行而说，邪术说法从行而说遐多。迄天我听一个吼，同修咧讲，伊载人去高卡啦，啊载人去高卡哦，迄、那个高卡的师傅哦，高卡的师傅哦，讲这个讲我听。讲哦，阮师，阮迄个高卡的师傅的师傅啦，阮师傅就对啦。阮师傅外高呢，唔讲外高啊，就讲我听。阮师傅哦，一家都有专属的地甲，你敢捌听着专属的地甲？哦，安尼哦，按比地藏菩萨，安尼地藏菩萨就还够管呢，遐高哦。讲有专修个地啊，啊专门叫蒙因果，蒙因果啦，啊因果蒙了吼，啥物人无欠咱他欠我问你，会伊蒙的人是拢好野人的蒙，啊是遐个下苦家袂分位的你蒙的，拢家庭不如意，婚姻不如意，家庭安怎样，遐你蒙的对不对？啊，这样问英哥咧，就讲哦，你后壁对几个？哎呦，啊就惊，啊要安怎？安怎来解决？啊输啊这边怎解决？简单，我甲掠落个怎样定？伊也甲掠落个怎样定咧？有专属的地啊，佮讲怎样定？我甲伊讲，迄拢要考考，听无？千万的卖问，啊迄冇人咧听咧。啊，迄嘛有人咧相信，所以伫这个时阵哦，足乱的啦，叫咱一门深入，得了成佛就一门深入，皈依处处求，求至遍十方，究竟皈依处，佮鬼故啥？弥勒最吉祥，来皈依弥勒佛。为什么弥勒最吉祥？不是弥勒佛上大，伊应允；不是出的门上大，但是伊应允。安怎听无？进台湾无出英文都袂使，讲袂通安尼啦。不是英文啊上大呢，比较好人介多呢。啊嘛不是弥勒佛上好，唔过伊咱顶礼拜有讲过，伊就是应允东来下生。伊就是万未来，即人类的救世主，三界的导师，四圣的主，甲拍破啊！一个，甲咱先咧拍破啊！一个，啊！咱今晚每一个人是毋是拢迷那个地主？哦。啊！这皈依处处求，求至遍十方。哦，我一种一种一种，到尾啊，也是爱种一家来。为什么？应允啊，应允。所以伊即马上西行啦，伊即马上西行。即马材料啊，较早拢咧掠。即马弥勒佛，弥勒佛的迄个做，迄肥啊个啊，迄肥啊吼做甲无通卖。叫伊嫁好，就拢搬转去。讲啊，古怪啊，即种大人性命了，我咯，无啊，灾神爷，无拜一个灾神嘛好。你看即马命了，我有英文无英文？你即马看各山头，逐间庙寺本来拢无的，即马拢搁另外用一尊命了，我伫个庙的上头前，迄创啥接应？咱讲这东来下生，啥物人甲讲的？天意啦，自然而然的形成。啊，咱
跪在面前，跪于做伊弟子，面后阁亲手敢受记。哦，这是何等的殊胜，何等的殊胜！白羊命旗，鬼神听旨，五味交替，惊天又动地。就是咱怎啊？白羊年纪，白羊为当时开始，为十六代，老清于祖师，清溪大化开会楚联，苍生白蛇共沾恩典，一切诸神护庇灵坛。所以十六代老清于祖师的以前，以前叫做昂阳，迄阵还算昂阳哦。迄阵昂阳，到第六代，该予十七代落座，十七代咱落座。罗中的祖师，迄阵正式白羊的开始，迄阵白羊的开始，所以白羊令旗，咱为白羊罗座开始，鬼神听旨。为什么鬼神爱听旨？咱是咪人？咱大人拢人对不对？咱小强拢拢人啊！啊，为什么鬼神爱听旨？天命的尊贵，人言天应，你我拢人，敢那一人无同款的呢？一人无同款，就是天命。啊，但后壁两个点难输，这个天命。天命就是啥？伊个尊贵就是代表是尊，所以人言天应。因为师尊是来三天大师拢总伫伊个师尊寺庙里，所以伊交代上上的五灵，迄个上方宝剑，先斩后奏，所以。人言天应，所以咱咧求道一定爱清淡，观地基者，观定世君，你徛左边；顺阳二祖，你徛正边。鬼神听旨，切莫冥顽，袂使搞怪。异数相伴，异难相助，异数相伴，大劫稳脱。你看，安有人言天应无？所以要办桌，无请无请单袂使，啊，这就是人言天应。讲念动真言，诸佛现前，速超三界，横遍十方，心行即灵，有求必应。这就是咱的天命，这就是咱的三宝，咱的三宝心法。所以讲，白羊年纪。鬼神听旨，别使搞怪哦。即马第三级末劫哦，即个鬼神我来讲，拢领旨来啦。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有命讨命，欠债还钱。即马有一日太无，惊太老白送，安靠袂着，伫街路，安站安太，啊，即马台湾的法律唔知安怎样，啊，迄太为头前为头前拖。抓入去慢慢的后壁搁放出去，咁啊足古怪的。即马杀死人，就无啥要紧安那。唔前恁呐，去到去杀死一半个啊，应该嘛无要紧啦。你嘛真爱杀呢，嘛空空呢。你看，五味交替，五味交替。咱就手机讲五味交接非小可，气数将尽末劫现，满天星斗做下世，白羊舞台办一番，办一番，这出戏哦，这个舞台哦，白羊这出戏啊，开始咧办啊。白羊这个舞台哦，开始的演啊！你看，
五味交接非小可。大家人看到这因果啊，我做唔知要搁画啥画啊？啊，为什么呢？点要画这個？这足重要，安尼听无？足重要。五味里只，五味交接，为当时交接。五味为当时杂志，今年2007年，对不对？今年2017咯，在2012年时，五味最后的一年，已经杂志啊。安尼刷过来就是交接啦，俺大家了解无？即马五味已经交替了，啊，到味回来好还无？好不好？非常的不好，不是不好呢，是非常的不好。诸位开电梯的不得因的新人到五味，叫做好心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所以欣欣向荣。到这个五位，的科学，我入正当中，咱这个科学有迄个字，迄个字啥？已经登峰造极，登峰造极。咱这个科学有登峰造极无？啊，登峰造极了，物极则反。到中昼开始，特别下晡日头一直要落山，到未回过来，即个叫阴火煞。怎啊？听台人无？哈、哦，这应该大家拢知影，免阁讲啊。台死老爸老母啦，有诶无诶啦。啊！你爱我，我爱你啦！啊，爱到要死啊，恨你到要死啊啦！啊，破流霜啦，啊，怎么弄糊糊啦？后沾沾的放在冰箱，无张底啊，摕出来煮煮食食，后安尼啦。这是什么社会啦？现在是什么世界？我搞不懂啊！咱好运呢？咱好运？好运多生在伫今，安对不对？咱多生在这个时阵呐，啊那无那无得当个得，所以告别回来哦，说来到家，搁在混沌，混沌初开，搁开天辟地，得多一个儿子，一个缘分，所以中间大地讲。我已经经过700个混沌啊，7个混沌啊，啊，这中经大帝讲的700个混沌，咱定定发现到迄个海底的迄个建筑物，海底的城市，是啥物人会在海底起城市？特别小的个，啊，无是安怎样？灭顶，即马海水即马冰哦，一直游。啊，最中开，哎，住暗嘞，拢暗暗嘞啊！咱未来小想暗暗嘞啦，小想暗暗嘞。所以咱正介好的机会就是讲，未来咱咱带业往生，含弥勒同住天盘。后拜来莲华三会，哦，咱顶礼拜讲，歌赋第一回，气数将尽，末劫现。气数特别尽啊，五味交替的气数特别尽啊，木结片啊，正气数要尽，无恁过来看。迄北韩金正恩呢，啊，迄个小胖，伊啥拢唔惊，我啥物拢唔惊，含川普哦，含川普都惊伊。
啊，中国和印度为着迄个边界，为着迄个边界啦，这边中国，这边印度，啊，一定有一个边界，才下过到中国，这个下过印度。啊！因的兵啊，拢排伫遮，哦，即拢兵啊，即啊拢兵啊，安怎呢？伊也无好过，伊也无好过。嗯，安小客，恁有看电视无啦？没有知识也要看电视啊！安小客，伊就是讲，你袂使打过来我土地，啊，我嘛无好你打过我，安小客。啊，客到今晚啊，拢派兵啊来啊！开始哦，用石头烧砍，今晚用石头砍啊！啊，砍到到尾啊，会出来未？天啊，忽然到地哦，效果唔知变怎，唔知啊！你看，气数将近，美国人北越，哎呐，弄来到地哦，无啥啥啦，哦，无啥啥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咱的迄个求道的求道文有一句话咧讲，讲今时众生涂炭，未得究竟，还未开求哦，究竟未得着究竟，还未究竟啊！今时众生涂炭，未得究竟，罪会结束，依道眼前。所以立法主位供求无所众生经济出着颇修这有缘的经济，各位我们就是有缘经济中间的一粒，有欢喜无？我们进世间哦，世间有将近超过七十亿的人口，七十亿的人口，几个是有缘的经济？我问你，几个？啊，几个当生伫这台湾啊？这凤来仙岛，2300几万，2300几万，咁大家拢个有缘，咱是有缘中的有缘呢，咱是有缘中的有缘呢。因若要甲放乌伊，迄领导的代志。你若要一只轻敌饮食，应该啊道理，应该啊是人咧求道啦，应该啊人咧找道呢。明叔唔知伫对唔知啊呢？一头栽进去，我就是要修行，嗯，啊盲目，我别装，我别装。明叔无在世，啊咱今嘛唔是道变，道咧找人。道理找人，求道搁送面汤啊，搁包咸包红包。我讲啊，迄办迄有效无？我甲家讲，我伫遮讲无效，安怎无效？迄办数字的啦，办压力的，办数字的，办讲我今日办百外的，迄百外的会来个半个未？哪来个半个哦？我叫阿爸。真正，咱毋是捌办呢，海平话咱毋是捌办呢，办办的雕像，恁拢伫海平话来，几个海平话来也是看吗？伫海平话伫罗红酒入来，啊你甲想啦，迄伫罗红酒入来，伊也毋知一颗碗糕，啊总来。求道求求的，众书一起不离头，伊敢知影道安怎写？啊，伊也要生活咯。迄多人，迄多只阿公也要信尔。倒来床安尼啦，床安尼啦，较勉强的啦。哦，我来讲啦，我艰苦无偌久啊啦，有来通知啊，有来通知啊，即代你通知啊无？搁艰苦无偌久啊，最近加嘞，对不对？
所以人家咧，满天星斗拢下世，上天不饶一如做，西方不饶一菩萨，为着啥？为着咱只乌道堂啊啦，为着啥？唔是恁乌道堂，我嘛乌道堂，嗯，我唔是恁骂恁嘞，安怎？啊，都为着咱，你看满天星斗，伊人伊伫啊伫啊咧，伫啊享受迄个天乐，哦，天寿啊啊了。啊，为什么要留在这？啊，我也生理改好哦，真阿未收单哦，原两个原因。那敢那纯粹只要唱歌哦，我甲你讲，小人山唱三工就大唔贵啊。你信无啦？你偌好唱，偌好听，偌好嗨，嗨到烧声了。啊，是讲古怪，都喊个大唔贵啊！太晓遐多人买。第一，唔是干那唱歌呢，就个甜嘞，就个甜嘞，看他看你久了，今嘛就甜嘞就笑啊啦，查某煞叫来，昏迷啦，安尼的维持的啦，俺大家知唔知？唔是你个唱歌嘛，唱嘞话恁调嘞。像呢，我唔是恁大唔贵呢，我恁调的。这得伊有法度生存。我甲你讲，这个社会已经变甲安那了。啊，这社会这多变哦，我多方便啊，要方便都对。我甲你讲了，来当这个人哦，卖走啊，无定底下增加一半的吼，得弥勒尊佛啦，唔是阿弥陀佛，弥勒尊佛啦。啊，咱这个责任甲义务。就是把从现有的这些众生、这些道亲，和终其一生，为头行到尾，行到尾，因为大家拢阶段性的性命嘛，你嘛阶段性，我嘛阶段性，我七十外呢，七十五，八十就要到，我唔知，我是期待讲，看会当食到八十袂袂啦。哦，啊，八十岁嘛，差不多都啊，这部经都讲了啊，都结束完，总成煞老不溜安啦。满天星斗拢下世，都是因为这世间真乱，白羊舞台办一番，白羊这个舞台，不是白羊无缘无故的，非时不降，非日不断，这样子。道劫并降，非时不降。咱咧讲末后一着了哈，幕后一着席位言，道劫并降。道难是伫即个非常时期，非时不降就讲非常时期啦。非常时期得降非常多落来，所以大家讲。末后一着释迷言，较早席位言，较早无讲，所以较早的人拢盲目一直咧追求嘛，人咧揣道嘛。席位言，名人在此说一番，名人是啥？日月，合来叫做名，日就是太阳神君师尊。月如菩萨、太阳、甲太阴合在叫做明，就是师尊师庙在此说一番，就是因为点传师、代理明师，甚物徛伫遐，甲求道人交代一遍，底下交代，五福设得还乡道，五福就是你讲，嘛毋是讲你笑人啦。那是咱家己顾俭啦吼，义务就是讲，同个人啊，你娶新娘哦，啊恁做家务的人啊，要家伊啊添妆哦，啊拢用在摊啊，对不对？啊拢写牛家务、男家务啦，男家务的店开几啊百块开一条，你都会扛，什么男家务？啊，咱嘛是男地主，咱只空地主哦。色的欢迎的，哎呦，真好，戆的戆哦，佫真好啦，
啊，会用知影讲，这条就是要转的路啦。这条就是要转的路，生来死去见当前，生死直接解决，生死伫当下解决。伫求道迄个当下生命，你今对子飘飘在天堂，无有生和死，无生甲死啊。当前即是真阳观，真水真火一五转，因为啊讲啥物，迄、那个火的顶冠，这离火爱下降，啊坎水爱上升，啊水的顶冠下骹火落爱下平，啊做个点的水总滚开，腹肚连到腹肚下遐滚水，修道敢是安尼练的？修道敢是你喜欢啦？啊，修到腹肚下遐滚水是干怎？是干怎？要好水烧盆呢？迄是你练气，迄练气功，迄过去迄会当延年益寿。啊，修道就是不是你修讲我活800岁，活1000岁。修道不是你活安尼，修道是你活讲我活了时。我在创啥？我未来命中了，我往生何处？我目的第二多，是不是这较要紧？不是个，连到我这下滚水，这下滚水是个怎样啦？你叫彭国公，彭国公啊，连来的下滚水，你看，你那这泡茶啊，拢吹倒，伊个下滚水，你看，非人不团。虽然咱个道大开普渡，唔是人，唔是人第三，若无过去有做过功德的人，《金刚经》是毋是安尼讲？哦，唔是《金刚经》啦，迄、那个《无量寿经》讲：若不往昔修福慧啊，以此正法不能闻，以成供养诸如来。则能欢喜信此事，咱大家求得了欢喜无？无欢喜也袂坐伫遮啦，无需要来遮坐，甲遮痛苦啦，听无？坐了阁会法力充满，方面阁面甲阁会欢喜，面甲阁会拍破啊！再来讲安，安个欢喜，叫做欢喜充满，叫做欢喜充满。所以哦，今仔日咱用心持念佛来求。最后哦，我甲占用大家五分钟，真时间够啊！我占用五分钟，我讲迄、那个，迄人诚心啦、啊、吼，迄、那个诚心哦、啊，会感应。阮第六个小弟啊，第六个小弟啊，伫华严寺出家，主持啊在海云甲剃头，咧在海云，海云禅师。伊阿未下过进前，就拢定咧读经啊，啊拢抄经，用圆珠笔抄经。一日哦，爱写一支圆珠笔，抄经哦，一日写一支圆珠笔。我问咱大家，咱一支圆珠笔用偌久？啊，上少用一年，咱一支圆珠笔用一年，人一支圆珠笔用一天。逐天写，写到有一天，伊也是头前的佛祖擦啦，观世音菩萨啦，迄佛祖擦啦，爱写啊啊写写写，啊，他有看一个人影安尼来，伊总不停的甲行开，安尼啊，话总跪嘞，难卖高念心，难卖高的总伫个佛祖擦啊行出来啦，迄就是诚心感动天啦。用心持念啦，按佛路来求。所以你茫茫讲这哦，啊，讲迄唔知有影，我定念安哦，我定你安，啊，够有影来求。你嘛听讲千里瓦动全身嘛，唔捌。你求头毛哦，身躯会疼未？啊，啊，老菩萨，大家，恁家己求看嘛。有一支头毛，身躯拢会疼，
他说牵一发动全身，为什么来安尼？因为佛成就了这化身，化身是真虚空变化界，咱人都在法界中的一部分，都亲像这个人头毛都这个人的一部分同款。你有一个头毛，身躯拢知影，身躯拢会疼。所以咱众生每一个人有苦有危险，佛绝对知影，因为咱就是佛的一部分啊，就是法界的一部分。所以叫牵一发动全身。所以你茫讲，哎呦，我那就按戒行心念，后摆我那咧求求神的慈悲，神就敢知影，安尼知唔知？千里外动全身，咱怎唔知？有一个他们规身躯就听了了，所以佛祖一定知，啊、哦，以上啦，吼、哦，安尼，永南讲到这，嘛是希望一直鼓励讲，咱一定爱做什么代志都要用心，你不用心哦，也是安尼过几日啦，无用心也是过几日啦，但是，就算过几日。伊个结果是无同哦，结果是无同。来来回想哈、哦，来大家请起立。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法力充满，谢谢。在，谢谢两位慈悲，三大家请坐。